林永聪演三号晚上开始，连两天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登场，由陆军担任主攻部队，空军还有炮兵部队配合实施火力支援。一早黑鹰直升机以及阿帕奇直升机接连发射炮弹演练，还出动了 IDF 战斗机，吸引广大的军事迷到场。炮声隆隆，阿帕奇直升机接连发射海神火箭，还有20机炮，朝目标发射。黑鹰直升机也出动，加入演练。空中来回盘旋，还有 IDF 战斗机。运用战术遮护敌军，发射热液弹以及练习弹，接着包含标枪、飞弹、破炮、战车炮攻击，各式武器轮番登场。林永聪也3号晚上开始，一连两天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登场，这回由陆军机部269旅担任主攻部队，空军陆航攻击特遣队、炮兵部队配合实施火力支援，不止军事迷到场拍摄观看，场面震撼，附近居民也都相当关注。毕竟面对中共不定时就发动绕台军演，国军更贴近实战的演练，加强作战能力，也展现自我防卫决心。记者苏淑伟报道。